大宝下意识地用手再去摸，他的五指毫无阻力地穿过了侏儒的脸，而侏儒呢，却半点反应也没有。鬼啊！大宝转身就跑，他已经受够了惊吓。侏儒平时是喜欢跟他闹着玩的，跟着一直追到了第六层，接着呢，他便看到了另外一个侏儒。如果他不跑，如果他不害怕，他认为侏儒是不会被自己活活吓死的。他认为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犯下的。扎文斌摸着大宝的脸，叹声道：哎，不是你的错，命该如此。他前辈子欠你的，今天还你了。大宝哽咽道：是我害了他呀。你二人虽一人为帝，一人为皇，但天玄地皇本就是两人，而不是四人。天玄地皇，宇宙洪荒，清清者上升为天，阴浊者下降为地。扎文斌指着元敏和玄说道：你二人何为天玄？以天道之象，天道高远，玄之又玄，合称天玄。他们二人则是代表着地道深邃，人死了以后归于黄泉，合称之为地黄。黄泉道我们已经走上了，过了鬼门关便是。入地者必先舍其肉身，以其魂亲身叩开通向地道的大门。之前我一直未曾留意过几位的八字，也是大意了。现在看来，你们四人应该是有人刻意按照生辰八字和出生方位所寻。原本我以为给你们取名的人只是图个代号，其实不然。如何？扎先生请详解。你们四人应该是各自出生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大宝和侏儒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且均为八字皆阴，你和小哥亦然，只是八字皆为阳。如果这个阵让我摆的话，还缺少一个中位，凑齐四象五行的话才是完整的。而且此人必定命无生辰，且有极为纯正的归宗血脉。说到这儿，他多看了扎赫一眼，那傻小子呀，这会儿正趴在窗台上看风景呢。上下四方皆有，如今缺少的只是一个轴，没有轴，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方向。扎文斌的心头有一个不好的预感，这些人恐怕此行全部都要栽在这儿，他们的命似乎就是为了这一次进山破阵而特别准备的。入地界，地皇中折了一个人，抬头看看那根圆柱，再看看元敏和玄，会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安魂香对于镇定是很管用的，加上大家的安慰，大宝总算是好了一点了。他决定要背着侏儒把他完整的带回去，就用背包带捆在了自己肩上。这根柱子是通上去的唯一路径，除了扎文斌和扎赫，这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小意思。卓雄爬上去，甩下绳索，把他们俩都给拉了上去。才上一层，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空气都舒服多了，一改之前的压抑，浑身的毛孔都松懈了下来。轮回塔，塔轮回。这时扎文斌才想起那三道门，那是三界轮回的大门，若是走偏了会是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从外界看，这塔的六层以上已经过了雪线，薄薄的一层云雾在其中穿行，真有那么几分置身于天的意思。只可惜啊，塔内的人瞧不见。这一层也和下面决然不同了，四周不再是光秃秃的塔砖，到处都是一片金碧辉煌，连地面上都贴着金箔，
那富丽堂皇的感觉就像是到了皇帝的金銮殿，一扫之前的颓废之气。好在这几个人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换作超子来了，他一准会撬下些揣进兜里。虽说是沉得住气，但是没人不会被这种程度的装饰所震惊。大大小小的万字遍布墙体，一种无边的蔓延感让人臣服，那包含一切的归纳感让扎文斌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无不感叹地说道，天道无边，知所见，知所畏，知所受，当真和那人道鬼道有此等差别。地面的金光亮得能当镜子时，镜像中人的脸因为折射而变得扭曲，满耳的风铃声夹杂着滴答的水声，这一刻竟然有说不出的意境感。在那第七层的中央有一处水池，也是金箔镶边的，四周都有台阶可上，不远处有一根铜管接到了砖塔之上，铜管处正滴答滴答地冒着清水。袁敏瞪大了眼睛问道，圣水？扎文斌充满敬意地走到水池边，用手拨弄了一下那冰冷刺骨的池水，说道，不是，这是给世人踏入天界之前洗去尘埃的。一口好精妙的池子呀，那池子的底座竟然是刻着28星宿图，并且严格地按照四象、四兽、四维、四方神四组划分，每组各有7星宿。扎文斌一直以为星宿是道家的产物，没想到竟然在这荒无人烟的藏域高原看见了这幅图。图中所标的星区完全吻合，加之用手电照着，水光粼粼，那池底的形象图竟然倒映到了天花板上，这等鬼斧神工之作确实令人折服。用手轻轻地捧了一捧水拍打在脸上，那股子惬意把之前的疲劳一扫而尽，顿时神清气爽。孤寡，不知何时那只沉睡了多时的三足蝉醒了，他毫无征兆地从扎文斌的口袋里一跃而出，直扑池中，剩下的两条腿一蹬，转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多时，忽地从水底射出了一只水柱，径直地打了扎文斌一脸。扎文斌猝不及防地只得拿手去擦，一只蛤蟆忽然从水面上钻了出来，欢快地游着。那三足蝉原本被炸断一腿，断裂处此刻竟然完美的复原，看不出半点伤口。他欢喜地在水里游来游去，时不时地昂着脖子冲着主人叫唤。这蟾蜍自从被带回来就没有这样高兴过。三足蝉应日月精华而生，传说只有出现不是宝藏的地方才会有它。昆仑绝顶，龙脉之祖，瑶池仙境，万年雪峰，他有着强悍的治愈能力，又怎么会治不好自己的那条伤腿呢？那是因为普通的水再怎么过滤，再怎么干净，它始终夹杂着人间的尘埃。三足蝉本来就不属于人间，仙凡不同品，唯有这登高九天的雪水才能和昆仑媲美，他怎么能不舒服呢？如果可以，扎文斌想重新把他带回昆仑，只有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园。那蛤蟆洗完了澡，又恢复了灵气，钻到了扎文斌的口袋里，继续呼呼大睡。这里怎样才和他无关呢？不好的心情都被这只小东西的调皮给一扫而空了。每个人都来轻捧一杯水，洗去身上的尘埃，如同朝圣者那般怀着敬畏的心。满地的右旋转的万字标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是进了一座佛门的大殿，因为大多数人呢都会把这个符号和佛联系起来。
作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本教，后人认为万字意为本教教义，二呢是本教教徽，最初的意思是坚固永恒不变，